那这里有个扇贝，看到没有？这扇贝好漂亮，这旁边有小鸟经过，但是这个它们啄不开，所以说被我捡到便宜了。好漂亮，好重啊！哦，这里还有三个哎，哦，一排排的，这颜色真的好漂亮，这种叫大彩贝。收，拿来蒸粉丝好吃哦。有没有鱼啊、虾、蟹啥的？这里有一只，这小鸟经过，都奈何不了它。哇，这里，哇，这边，我觉得要是有什么鱼啊、虾、蟹，应该也不会有了。因为好多的小鸟脚印，一、二、三，漂亮吧？哇哦，收！哎，这里有哎。好肥哟，这个肉肥嘟嘟的。哦，这边。哇，这个是白色的，也这么大个。这里还有两个。这有两颗，好漂亮，这个颜色看着都有很有食欲感啊。收，这边石头好多。哇，这里，哇，这里有，哎，这个是螺，哎，壳来的。哇，扇贝，沙白，这种地方沙白的话没办法装进去。哎，有个孔在里面，我以为有螺在里面呢。哇，这里有。壳来的一个石头蟹的钳子，哎呀，这个是巨巨蟹来的，躲到里面了，就把它敲晕了。算了，放过它，太小了。收，哎，嘴巴含进去了。收，这边，哇，这里有一大堆。花了好久了，也够吃了。咱们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小圆的视频，可以关注一下。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